你想要谈的项目是？关于水之遥的未来，也是我个人最重要的决定。什么呀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今天我们餐厅在搞活动，恭喜两位被抽中成为我们的幸运客户，只要愿意上台表演节目，就能额外获得一份礼物。表演什么节目？弹钢琴。 没事儿，试一下。都没有听说过你会弹钢琴啊。没事儿，试一下。还是算了吧。没事儿。 你男朋友的钢琴弹得真好，这是送给你的特别礼物。啊，高洁，做我女朋友吧。 这首曲子我练了很长时间了，我知道，我这个人可能有一些呆板，甚至是有一些舞曲，所以我想学习怎么制造浪漫和惊喜。我希望能够让你快乐，思成。 你这么做，我感到很意外。但请你真的不要再说下去了，高姐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就像这首曲子所表达的，真诚和执着，终究能够打动爱神。我也希望我可以那样幸运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对你的爱藏在心里。 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，思成？我真的很感激你。在雨林的时候，你带着人来救我，也是你。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请我去水之遥。一定会有那个人，更值得你去爱。只是，那个人不是我。 如果当初在海外，我可以陪你去矿区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
每个人都有与之相应的另一半，我没有办法假设，但是我相信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对他的感情于直，于直，于直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是我错了，你不要生气了好吗？是我一时着急，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你不要这样了。刚才我一路走来的时候，我想的全都是你。有了你才有这个家，你不要离开了好吗？玉芝，把箱子放回来。你要干什么啊？你这样我就不走了吗？走，那我呢？你去哪儿又不告诉我？难道我就连这件衣服都不如吗？你真的打算不要我了吗？你能别耽误时间了吗？我赶时间，我要赶飞机。你到底要去哪儿？过来，爸，我是去找穆子云的。
你这是太空的火锅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也很意外我自己回来见你，但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比我预想的要糟。那，你看到了，满足心愿，可以走，我送。如果你还想让高姐他们母女担心的话，我也挨不住了。 你是来救我的，我不是应该是你最恨的人才对吗？甚至看见我被陷害了，你应该落井下石啊！我是很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妈不会走那么早；没有你的话，瑞华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；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和高杰也不会有那么多波折。 所以，你是来演戏的，假装来救我，回去骗骗高杰。因为余家的人，我都是看得透透的，他就应该远远的离开。看来又要让你失望了。我跟高杰。 再也不会因为你而受影响。我来救你呢，是因为你在他心中是他的家人。我不想让他留有遗憾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如果你跟他的心情是一样的，那就请你配合。 还愿意原谅我，还想来救我。
你再坚持几天，我会跟矿主聊一聊。如果你真的是冤枉的，我会想办法让你出去的。一直